大家好，我是猫马。好，各位看到前面的开场的几个描述的片段，就知道我从我们的头份，回来到台北来。那今天的 Vlog 呢，就是所谓的结扎。那今天已经是结扎前一天的晚上，那再来要注意一下这些事项哦，各位也当做一个记录啦。所以我们就看看明天的状况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那明天再说喽，各位。一个所谓的一个卫教的东西，会注意一些事项，然后他也会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换药，然后因为伤口很小很小，所以我今天这样走路下来，就是回来的路上，我觉得啦，如果没有吃药的话，伤口有点痒痒跟痛痛的，对，然后有点肿肿胀胀，可能就在观察。那其实结扎完今天。下床，那整个过程我大概一个小时不到，就是我大概40分钟左右，我就差不多清醒，对，还蛮快的，然后是真的没有感觉，对，就躺下去睡着，然后就这样结束。那我们就再观察看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还是怎么样，好，然后呢，结扎呢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盒子，那里面会塞出。接他手术后的卫教，就是包含换一些伤口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个人各位建议一下，就是换伤口一定是找另一半。然后他会给药，药的话就是分为三个，一个止痛，一个消炎，另外一个就是胃药。然后他会有附这个生理时间水做清洗，清洗干净之后擦药，擦拿棉花棒擦嘛，擦完之后拿纱布，然后建议各位再买个透气胶带之类的去把它贴起来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我刚刚我老婆帮我换药，对，因为我自己也看不到，好吧？好啦，各位，今天第二天早上起来了，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的痛，所以我老婆也帮我换药了。好，那刚刚前面。再观察，再观察，就是整个结扎的一个记录，好不好，各位？那今天就先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有状况，我可能就会再拍摄一下，说明一下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结扎的部分目前就是大概就那么顺利，因为第二天之后就只有持续性的小腹在痛，就是你如果单单被踢到那个持续的一个疼痛，但是你是可以忍受的。好不好？大概就持续了一个多礼拜左右，那跟各位稍微说一下，只要是卫教单上有的哦，我有给各位看一个大张的图片，所以那个部分我就不再多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是看一下那张纸部分，我有拍到重点，
那就讲一下说为什么会选择全身麻醉。因为先说一下，大部分会分为局部跟全身。那局部的部分，各位可以稍微 Google 一下那个上面的形容词，看完之后我觉得太可怕了，所以我选择全身麻醉。那全身麻醉呢，需要做的就是抽血，因为它必须先检测你身体的一些状况，再帮你确认那个麻醉剂量。那整个过程就是像我前面说的，就是 OK。那费用的部分，各位每一间医院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你一定要去询问。我是在这一间尼斯诊所的部分。那如果你是其他地区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去做一个询问，先去做咨询。所以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想问，其实你也可以来我的粉丝专页密我，你要在下方留言也可以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询问的啦。好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说还隐藏还是什么的。那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样子。那我整个过程来看，其实比较不舒服就是动完刀之后，那我的伤口大概是 0.2 到 0.3 公分，非常的小，所以其实基本上一整个礼拜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不要做激烈运动，正常上下班，压力不要太大，就那个礼拜尽量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好的算是蛮快的，对。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，各位？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喽。那喜欢按下喜欢，按下订阅，按下赞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